哥，你别说，这口红真挺好用啊！你别碰那嫂子东西，我都不敢碰。我嫂子才没你这小心呢。你回来了？哎，回来了。啊，妹妹在呢。啊。这是要干啥呀？他在吉林那边找了份工作，准备去实习，我今天得送他。嗯，嫂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告你别碰呗，你别生气，我不。没事。那你要开很长时间吗？是4.5小时吧，我。那你今天晚上回来吗？我帮他收拾完，如果太晚的话，我就不回来，明天我再赶回来。哦，那行，那你慢点开车啊，注意安全。那我先走了啊，你别生气。嫂子再见，拜拜。快走。我回来了，赶紧给我喝口水，我渴死了。你不说你不生气了吗？我刚才不生气是因为你妹妹在这儿。第二，你要开高速，我不想让你带着小妹开车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不想让你带着情绪过夜。